欢迎从发弹幕给听众送十个奖品，感谢观看，发弹幕越多你的动作越大。大家有想提高 UC 的帧数的啊，增加画质放大脚步加平面微信可以提高20左右的帧数，加加屏幕下边的微信支持一手啊，感谢观看，小吃一记。山上两个必须下来，知道吧 ？Nice。竞技模式是八杀。感谢赤色天下的办卡，谢谢。电视剧更新一集，没毛病。老人说，以前的女子并不会吐纳胭脂。女子的心啊，总是为了情郎。女子她为了情郎，皮卡多，终究是红了脸庞。可那情郎，最后却不是她的情郎。从此，姑娘的心房再也不会为谁打开。看主播看弹幕啊，也不会再为谁红了脸庞。从此姑娘的心房再也没有了藏，可却时常把那眼泪。欢迎全哥。姑娘她未满18，本该是面若桃花，可他偏偏不听他人劝，非要爱上了他。姑娘她未满18，本该是面若桃花，可他偏偏却要吐那胭脂唇啊。姑娘啊姑娘啊，你回头看看我吧，我还在这里。今天就是上班嘛，哎，再看吧，看情况吧。不知道我那个女子心里是否还想着她，可他的心啊终究会打开啊。